我因为很想吃那个朝鲜冷面，不吃这个的话，今天就白跑了。不要特别特别特别辣的。哎呦，这有 red cheddar， 说好的晴天呢？你想干嘛？啊！这妹妹这个霸道小猫咪，我刚刚在沙发上坐着，它就在下边一直盯着我，我一让开，它就上来了。你是不是一只霸道小胖子？嗯？哎呀，这个使劲哟！你过，妹妹。出来买肉，就是一个巨大的只卖肉的地方，好多人呢。哎耶，这里东西很多哎！我在悉尼住了十几年，不知道这些地方。哦，我知道，我只是懒得来而已。那我们先去买肉吧。穿了这个毛毛的衣服，因为里面很冷，是个大冷冻库。这是卖鱼的 ，lobster。虽然看起来很性感，但是也太肥了。这个太肥了。嗯。他说好了，什么肉？对，这边是木有骨头的。这边还有卖面包的 brioche。Potato rolls， 土豆儿面包。你想吃土豆儿面包吗？还是这个？这个。回去烙一烙。这是奶酪的，这啥东西？反正要一个吧。哇哦！对，这边都是那个碳。哎呦，我这还有卖菜的呢，真不错。有什么是我需要的呢？这还好些肠儿，我爱的来了！哎呦，这有 red cheddar， 哦 ，sun dried tomato。嗯。
second hand, I felt a bit forgotten. Not your plan, but now the days of silence outgrow the fun things we have done. But tell me, do you wanna carry on? Plants don't grow without water, and they cave when it's cold. We could go till we're older. Because I think it's such a waste to put this like huge hurdle between like two areas. Well, let's enjoy the ride.在干嘛？啊，胖胖猫，如果不告诉你，我好想切多了。怎么了，妹妹猪？Thank you.
妹妹，这是你的位置是不是？我不能坐是不是？行呗。今天我们跟我妈一起去 Strathfield， 我因为很想吃那个朝鲜冷面，就特别想吃那个朝鲜冷面，然后就往那边跑一趟，因为我们家住的附近没有这些东西吃。现在是整个假期嘛，所以大家都比较闲，孤立男孩去跟他的那个朋友们 happy 去了，所以就我们妹妹猪你个哼唧毛毛。说好的晴天呢？对，就前面那点儿。我没有喊他。但以前这个去好多。这个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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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啊？这是鸡。这是鸡吗？嗯。那个要吗？要。那他到时候就放那边就好。嗯。冷面，我觉得不快乐，还是一个人过来吃朝鲜冷面。我妈他们先去买东西。哦吼，要不吃这个的话，今天就白跑了。Happy。这是它没写呢，但这个啊，这个就是生菜，生菜叶子，是青阳辣椒是吧？青阳辣椒，不，它是辣椒，其实挺辣的青阳辣椒。我觉得不辣呢，但是就它这挺光鲜的感觉，长得都倍儿直溜。煮汤的，煮汤的。哦，你好久没做那个什么了？吃吧，它化了。
哪一种好吃呢？不要特别特别特别辣的。这个看着辣。这里个呢？嗯。好。你就拿一袋吧。先拿一袋吧，万一不好吃呢。那万一好吃，你还不会。这个看着也蛮辣的。刚刚买的雪糕糕，你帮我弄个。黄豆的，我最爱吃黄豆的。嗯，哎妈，就是我们在日本吃的那个。是吗？嗯。我尝尝啊。嗯。嗯，超好吃，这超级好嗑。嗯，就是。超级好嗑。是吧？要不再去买两个？这么老多咖啡。买点鱼。今天是去看朋友的一个展，他的那个画展，其实就因为疫情的原因，已经拖了得有小一年了吧。今天终于弄好了，就有很多朋友一起去。我今天是不是穿的稍微的有一点点金，也还行吧，整体还行。嗯，出门了，一会儿见，拜拜。
呀。等一会儿就吃饭了。今儿冷吗？还行，就是给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太淡。意大利面海参鱼，
开饭吧。我第一次吃这么宽度的厚的意大利面。一般那个清酱意面都是用宽面。好吃。好吃吧？嗯。这酱纯手做的。好香啊。嗯。嗯。